好朋友早安，今天是2022年7月31日星期日。今天有好朋友会分享很有意思的一段话。我们含着泪水哭着来到这个世界，在别人的泪水和哭声中离开这个世界，中间的过程被叫做人生。上帝很有意思，猫喜欢吃鱼，猫却不能下水，鱼喜欢吃蚯蚓，鱼却不能上岸。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，一边选择一边放弃。人生哪有事事如意，生活哪有样样顺心。所以不和别人计较，因为不值得；不和自己计较，因为伤不起；不和往事计较，因为没意义；不和现实计较，因为还要继续。加油，让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。与好朋友共勉，拜拜。